威力彩头奖金额高达5.2亿元，在苗栗县公馆乡的金旺投注站开出。投注站业者表示呢，因为太过兴奋了，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，一大早就来放鞭炮庆祝。也说由于昨天刚好轮到他们回到老家来祭拜，可能是祖先有保佑，才开出了经营投注站20年来一注独得的最大奖。一大早，金旺投注站业者就在门口放鞭炮，因为16号晚间全国瞩目的威力彩在这里开出头奖，而且还是一注独得5.2亿元奖金。业者一整晚兴奋到睡不着觉，经营投注站20多年，每天都期盼开出头奖，没想到过年前梦想成真。当然每天也是希望他开到我们这边来。今天终于让我达到了希望，感觉到很轻松啊，会不会有好兆头？业者指出，家族平常都有回老家祭祖的习惯，16号刚好轮到他们去上香，可能是祖先保佑才会如愿开出大奖。由于投注站位于国道1号苗栗交流道附近，来往的客人除了在地的之外，也有很多经过来试手气的外地人，猜不出谁是幸运儿。但是中头彩的消息一传出，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买彩券，希望沾沾喜气。来来去去很多客人，很多外地人来。金旺投注站业者指出，以往最多只有中过2奖，还有3次刮刮乐头奖200万元，这一次开出5.2亿大奖，可以说是空前记录。希望在农历春节期间业绩加持往上冲高，再次开个大奖出来。记者张新杰苗栗报道。